老公，干什么呢？小溪还在呢。我们先上去，让小溪早点睡。嗯，那小溪，我们先去休息了。姐，生日快乐，最后再抱一个。 你疯了，下去！姐夫，你怕什么呀？他又听不见。你说话这么小声干嘛？姐，你的床好大呀，我好喜欢。你把他弄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你跟他那么恩爱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不会是喜欢上的万达了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这都是为了我们呀。小溪，乖，咱不玩了，跟我回房间，回你房间睡觉。嗯。 我不嘛，我一个人在那睡觉好孤单的，我也想在这张大床上睡觉。小溪，我回你房间，我去你房间陪你，啊？也行吧。快走，快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轻点。 我突然改主意了，想不想玩点刺激的？苏西，你玩够了没有？明天下午咱们的计划就要执行了，这个节骨眼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疯子，所以别想着背叛我。我不怕鱼死网破，王世明，你给我记住，别想背着我搞什么东西。你也休想让他把这个孩子活着生出来。 明天下午计划结束之前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小溪。 杀的人跟我没关系，你杀的人跟我没关系，杰夫，你再看看，到底是谁杀的？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。 你姐呢？你姐去哪儿了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，姐夫？这不是我们的计划吗？我们的计划是杀了曼令锦，不被发现。曼令锦死在家里，我们俩脱得了嫌疑吗？你是不是因为他怀孕动摇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等他把孩子生下来，生下来以后你可以用孩子去争夺家产。至于我。 你恨不得我立刻消失，然后你们一家人可以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是吧？怎么，
被我说中了，好，你这么喜欢我是吧？那你连我一起杀！你维生素而已，你慌什么？ 从麦家嗨到我家破人亡开始，我就已经疯。所以姐夫，千万别背叛我。你别忘，艾令锦的耳朵是怎么来的。5年前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，船翻，谁都跑不了。小溪，失明。老公，小溪。 松开！老公，松开！小溪，你想让你姐看见吗？老公，我让你松开！这是怎么了？牛奶打翻了。你快别收拾了，让你姐夫来，我去给你找创可贴。 姐夫，你看，我姐对我多好，麦家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呢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哼。姐夫好贴心啊，我好羡慕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找一个。姐，多吃点，今天下午就要上路了。 下午那个杀手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我问你话呢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今天下午他就会消失。我想亲眼看着他上路。我们为了制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等了多久，才终于等来今天下午这个机会。所以我警告你，绝对。 老公，你早上是不是有早会？嗯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跟小溪先走。路上小心。我当然会小心。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今天是不是约了杜老板？他可是我们的大客户，你一定要认真对待。你放心吧。 姐，别忘了下午去给爸扫墓，我跟姐夫直接从公司过去，我们墓园见。嗯。我再说一遍，别添乱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拭目以待。 我怕他发起疯来，把我们都拖下水。你的意思是停手？情况不稳定的人如果不除掉，早晚是祸根。所以，两个都不留。做干净点。